我曾经被他害死，我有什么资格放过林仁瑞？我要真是为他求情呢，我该有多自私啊！就为了一个看家护院的，是为了一条人命，磨练的还不够啊！ 从不能磨去心中是非吧，恐怕没有什么人来求情了。让他走吧。谢陛下。让他走远点儿。陛下，去哪儿啊？他在京都待了这么多年，信阳是他的封地。 他可以回去了。陛下，陛下让姑姑离开京都。 前往信阳。范闲是来求情的。他是来落井下石的。哼，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他是来求情的，让我好担心了一会儿。东西太多了，得收拾起来。姑姑。 或许我还能再劝劝。地心如渊，劝不得，猜不得。不管怎么说，她是长公主，总不能把她送到刑部。发配回信阳，已算是最重的严惩了。罪不至死，让开。